成人之危，算咩合理行为啊？小妖女，行开！老妖婆，你先接得我三招，顶得住嘅，我就俾你杀人。不知死活！一系就我照你三掌，你赢咗我先讲啊！牙尖嘴利，你接得到我三掌，我就饶晒你哋狗命。接招！小心，小心招！你点啊？你点啊？冇事嘛？我仲顶得住。送咗两张，师傅，佢已经受咗内伤，不如等弟子过去杀咗佢。师傅讲嘅嘢可以唔算咩？弟子不敢。小超，你自己走先啦，唔好理我哋啦。仲有一掌，你要攞嚟死，咁我都帮唔到你。